台湾上新美食消息令，不管你是老油条，还是嫩豆腐，拢当快讲。不要再做隐藏版的美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是料理界的新鲜人，还是要未拄到伯乐的千里马，只要你的料理有够新、有够创意，还是有够老、有够在地，赶紧来报名，你就有机会变成后面最闪亮的美食主角哦。